不要加到两万啦，太多了，收济啊啦。当诶，我有当，我不是当诶，你这样是当诶，你这样是出钱要不要出力？加一个红包钱呢，好不好？这台车你们卖应该可以最少卖一二吧？有赚就阿弥陀佛了。你孙伯家管你啊？一般正常来说，这种车你们的利润应该最少到个大概都有二十万。问题在没有。对啊，这台没有啊。对啊，那我可以。只是能开到紧绷的价钱大概是这样。都是理论上而已。对，理论跟现实都是不讲啊，还是会有落差的。理想都是很那个的，现实都是很露骨的，理想都是很美好的。欸，我也是最高价啊，那不落亏吧？你知道最高价多少？你看我再加他两个月，我刚好加起来，我成本带到100，那两个月的税金。通常我的那个抖音的朋友，我只要加四个六，他都通常还没有人说不要的，只有这是第一个，也没有不要啦，就还在聊，还在聊。像这个收的话，应该是这样讲，过几一两个礼拜给你，甚至下个月给你，这样可以吗？不能太久啦，下月行情又掉了。这几天交车没问题吧？你知道这几天交车是不可能。我没有现在给你钱，因为这个价钱我要跟我老婆讲一下，跟我家太后说一下。不然你想想看，我也想一下，那我就跟我老婆商量一下吧，看为了几千块，看她决定吧。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了。对啊，也是最高价了。也很感谢你呢，你就直接多少钱就直接讲啊，确实也有啊，我们能加我们就加，我就这样讲了。对啊，对啊，算是蛮愉快的一个沟通过程。开心就好。其实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也会希望一趟路完成，因为我们如果要再出一趟路，都是一个。我知道，前两个都是不给我走，我希望能马上把你车拉走。我说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。对，所以说事不过三，等一下车子就是我可以先走。没啦，刚刚讲，保持联络，多联络啊。没意外，应该这几天吧？应该是说最快后天的那个礼拜的下个礼拜。应该好，不能太久了。哦、OK， 好，那就先这样。好，感谢你，老板，谢谢，保持联络。不好意思、哦、，OK， 感谢了，没了，拍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兄弟们，这一台2016年黑色的 C300， 就差23匹，双鱼眼，压缩配备都有。重点，它里程只跑5万多。那、啊、我们现在跟车主沟通，这几天应该会把它拿下，好不好 ？OK。等等我。这台车最后有没有入库？答案是有的。来，兄弟们，这台2016年黑的 C300 已经买好了，等一下我们路试一下，我们就把车开回去。回去我再查一下那国外的记录 ，OK 就 OK。在2016，这屏幕那是小屏幕，超小，原厂。不需要的自己拿去好好改改，我们帮你改呗。这台公里数跑53000多，要54000，有兴趣的私讯我首页连接。好 ，OK， 来。抖音发收了，关注抖音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